咁咧就同學問第最尾嗰部分啦。咁啊呢、這個咧，其實佢就係想問咧，阿 B 幾時追到阿 A 啊？咁啊，阿 B 幾時追到阿 A 咧？咁其實咧就其實即係想問一個問題，就係話我到底如果我喺呢度咧，就畫一條線啊，要畫一條線。到底咧，我嗰個綠色呢一個嘅面積啊，幾時咧就可以等於咧我橙色呢一個嘅面積？呢、這個大家明唔明先？因為呢個圖線下嘅面積就係指佢咧行嘅距離啊嘛，係咪？咁換句話講，即係我想睇一睇咧，幾時佢哋相遇？咁即係幾時個面積出一樣啫？好啦，咁但係咧呢、這個時間咧，我哋咧就係、唔知嘅，我哋或者叫做 T 啦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咁首先咧，我哋咧先計綠色部分面積先啦。綠色部分面積，咁或者咧，我哋咧就簡化一下幅圖啦，唔係好花係咪？咁啊，如果先計綠色嗰個咧，就即係簡單嚟講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A 車嗰、那個啊。咁我哋咧呢度咧就即係 T。咁啊，呢度咧就大家知道咧就係十秒啦，啊，咁所以咧，如果我哋計啊 A 車啊，即係個 T 秒鐘之後咧，佢嗰個距離，咁當然咧就係、是、上底加下底啦，上底係幾多咧？就係、是、T 減十，係咪 ？T 減十加下底。下底就是 T 啦，就乘高，乘高，即係全部咧就乘以呢個高度啊。咁呢個高度咧就係十五啦，除以二啊。咁呢個咧就係 A 車嗰個嘅行駛嘅距離咯，得唔得啊？咁我哋咧就稍微化簡一下啦，咁就應該即係話。是7.5 乘以 T 減10、啊、記住這個 7.5 乘以 T 減10，那就是 A 車那個來的。好，那對於個 B 車、啊、個 B 車呢，那我們呢就是說用橙色去代表啦。那 B 車呢就是這樣的，那個就是這個位移嚇，咁、我哋咧就都係啦，就係計一計佢到底佢喺邊個時段咧會係追到佢咧咁樣。嗱，咁呢度咧有少少咧就要撞一撞嘅，嗱，或者係少少咧就用自己嘅數學智慧咧係判斷一下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如果我假設個 T 喺呢個位置咧，咁我就只係需要計呢一個梯形啫。啊，咁但係如果個 T 喺再過啲喺呢個位置咧，咁啊麻煩啲啊，係咪先？咁我而家假設咧，我就係當佢係喺呢一個位置先啦嚇。咁 因為如果呢個假設唔成立嘅話咧，其實就應該都有少少問題，因為你後來你個速度越嚟越慢啊嘛，照計你冇理由追到個 A 噶啦，係。好啦，咁如果咁嘅時候咧，呢個B 車啊。B 車嗰個面積又點計咧？咁又係都係上底加下底啫，係咪先？係嘛？上底係幾多咧？就係、是、T 減二十。下底咧就係、是、T 減十。乘高除以二，高係二十除以二，咁變咗咧，你嗰個化簡啫，就應該係十。乘以二 T 減三十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咁 A 車就頭先計到啦，就係7.5就 T 減十嘅。咁而家 B 車就係呢一個，咁即係話 A 車同 B 車呢兩個距離要相等嘅，啊，咁即係話十乘二 T 減三十就等於7.5。就T 減
十，我冇记错呢、这个，睇下先。十二 T 减三十，七点五二 T 减十，啊，二 T 减十，呢、这个记错咗，得咯，啊，好啦，咁我跟住落嚟就化简啦，变咗系二十 T 减三百。等於 15T 減75了，是不是乘進去啦，咁將個 15T 調過嚟就變咗 5T 了，是不是，然後將個300調過去就即係300減 75,5T 就等於225，咁 T 計出嚟就45囉，咁所以計到係45秒啦，有冇問題？